车子可能明年要大改款哦，你不介意这个你买来开没多久变旧车的话呢，现在买是很划算。然后真的、哦，其实我不在意。Consumer Reports 做了调查，他们发现这些车经过大改款之后，他们的品质确实有开始有一些下降的迹象。